肌肉活动降低 60%， 机械外骨骼劳工病假减少。耶夫勒大学新研究，至东西10月19日消息，瑞典耶夫勒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示，机械外骨骼 X4 可以为工业、物流和建筑行业的工人减少 60% 的肌肉拉伤。自2005年以来，医疗保健设备制造商 Exobionics 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外骨骼技术。此外，医疗保健的负担也会减轻，当使用外骨骼进行组装工作时，伤害和磨损的风险会显著降低。在未来，对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的人群、不同的肌肉使用方式、工作特点，深入触及细分领域，促进相关设备的不断创新。